大的问题，要自己克服，就是慢慢来。对，要自己克服，不是你的问题，然后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所以你觉得我们有什么问题？应该是很有问题。哇，你们问出这种问题啊？对啊，就是都可以，可是就是细腻度。对，就是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花时间去练习，懂吗？然后就大概是这样。没事没事，基本上都 OK 啊，就是都要花时间，因为你们平常都有打球。我们每周都有在练球啦。练球，每周都练。对，基本上是还行，就专挑你们不好的，不熟悉的地方去练，然后就慢慢，比如说哦这个地方哦，一直打一直失误是干嘛，然后就一直调整，然后调整完了一定还有下一个地方，然后再往下一个地方走，就不要。这里练一点，这里练一点，这里练一点，然后全部都摸一点，然后其实全部都没有到很专注。就一个东西练完了，我们再去练下一个。所以你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还是要继续练这个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一样的东西，可是是搭配在一起，不是就是单独一直这样讲，一直练这样，你要这样练一个小时超无聊，好吗？所以我们是这样练，我们就。好，谢谢。那先讲。